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17章生活的人际互动的播出。我们今天的教育重点呢，总共有3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是生活脚本的面面观，第二点是网络的人际互动，第三点呢是亲情的人际互动。我们今天的教学学习目标呢，总共有8点。那么第一点是了解生活脚本的内涵与影响，第二点呢是了解异常的 PAC 所带来的冲击，第三了解身体游戏的内涵、成因与类型，第四了解生活脚本的意义与类型。那么第五呢是了解网际网络对于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的影响，第六是了解网际网络对于人际互动的优缺点，第七呢是了解各种亲情和自己的关系。第八，了解影响各种亲情的因素，以及掌握良好的人际互动之道。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生活脚本的面面观。我们的课本里面呢，有讲了一个故事啊，有位老先生，他跟老太太的相处啊，非常的愉快，那么引起众人的羡慕。后来众人呢，就想要去了解啊，这个先生为什么可以跟他太太呢相处这么多时间，还这么样的恩爱呢？那于是这先生就把那个秘密啊说了出来，他说呢。他跟在婚前跟他太太有个协议，就是今后只要我们吵架，一旦证明是谁理亏的话呢，谁都得被罚自动出去到院子里面散步哟所以这样子就吵不起来了。这就是这位老夫妻他们两个的生活脚本借重脚本的影响之下让他们能够这个相安无事数十年过着恩爱的日子那什么叫生活脚本？所谓生活脚本是引导人生的各种的因素，使人呢会不自主的盲从或者受到牵引，几乎所有的人类的活动呢都是生活脚本的素材。那么因此啊，其实生活脚本呢它也会有正向之分，所谓的正向的生活脚本呢，它就是一种健康的、一种乐观的、一种积极的，那保持着呢 I'm OK, You are OK 这种心态，它是属于建设性的这种正面的生活脚本。那有些人呢，他会保持这种负面的生活脚本。其实他是比较属于病态的他是比较悲观的，对事情是比较消极的，在心理因素上面呢，总是保持着 I am not OK 对自己，对别人呢是 You are not OK 也否定对方，它是一种破坏性的一种生活脚本所以有正负之分。那么生活脚本呢，它具有一种特性根据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个人的生活脚本它形成是始于父母，那父母亲的态度会决定个人儿时的生活脚本。有些父母对小孩是抱持着比较关怀跟抚慰的态度，那么使得个体在儿时时期能够得到正向的激励，那么对于他日后的待人处事他就会比较偏向于比较温馨的，是比较关怀的那么相对的，有些父母他是抱持着比较冷漠的、比较无情的态度去对待他的小朋友，那么结果我们发现这种小朋友呢这种个体在成长之后他容易出现一种负面的这种生活的脚本，他总是用比较负面的态度去跟别人做互动所以心理学家 Ekberg 呢，他曾经对这个生活脚本有一番描述他认为这个生活脚本是人生信念的一种重要的依据是源自于童年的阶段，但是根深蒂固于成年的阶段一个人的生活脚本一旦成型之后呢，就很难加以改变所以这很重要如果在成型阶段呢还没有去做调整好的话，到了一旦固定之后呢，就没办法加以改变了那我们发现这生活脚本事实上有4种基本的类型那么第一种是我好呢你不好，我们称之为叫妄想型的心理地位。第二种呢是我不好你好，这是一种退化型的心理地位。第三种是我不好你也不好，这是一种反抗进化型的心理地位。那么第四种是我好你好，是属于进化型的这种心理的地位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种生活脚本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横坐标是我的部分，那我们对自己呢，可能会有一种自我肯定 ，I'm OK，也可能呢会一种自我否定 ，I'm not OK 这种状况。那么跟互动的对方呢，也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是 You are not OK 或是 You are OK 这样的情况。那么因此会形成四种基本的类型啊，在右下角呢是我好你不好。这属于刚所提到的妄想型的心理地位，就像我们之前谈到冲突管理里面呢，讲到说，哎，跟对方是处于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状况，像斗牛跟斗牛士一般。第二种相对的呢，我好变成我不好，那你不好呢变成你好这是一种退化型的心理地位就完全以对方为主，好像打了败仗的斗鸡一般，任由对方的宰割那么第三种是我不好你不好。它是一种反抗进化型的心理地位就是说觉得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碰到问题呢都是一味的逃避，好像把头埋在土里面的鸵鸟跟缩头乌龟一般那么第四种是我好你也好，它属于进化型的这种心理地位就是能够运用智慧双方的肯定去共同解决问题的像这个猫头鹰一般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妄想型的心理地位呢，它有哪些的特色如果一个人他是属于妄想型的话，那么他常会觉得自己会被别人伤害或是虐待，常常把自己的不幸、不如意去推给别人自己是好的，就是因为别人不好，让自己变得不够好所以比较觉得别人不好会导致自己的一个不顺利或是一种凄惨的命运，所以他会采取去攻击别人的态度。那我们发现有些少年犯跟罪犯他是属于这种类型，他们排斥别人，严重的话可能还要去伤害别人。所以它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地位。那接着我们看第二种叫退化型的心理地位好，退化型地位说，他们觉得自己呢是很差劲的，很不行的他会有一种自我否定，会有一种退缩或者沮丧的想法，还有感觉。如果到情况太过于恶化的话呢，很可能会有一种自杀的念头或是自杀的行为。所以它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地位。接着我们看第三种是反抗进化型的心理地位那么这种人他是跟他对人生是失去兴趣的，常常会一种行为颠倒了，认为或者思想不切实际，甚至于胡思乱想的状况。他会认为呢，人生是黑暗的，没有希望的所以情况严重化，也可能会导致自己会有那种自杀或是伤害别人这种行为的产生因此它也是一种负面的心理地位。我们看下最后一种是进化型的心理地位，它属于健康的情况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目标因为这种人他可以用健康的这种建设性的心态呢，去面对一些冲突，或是面对一些谈判的情境，在生活当中或工作上的任何问题都能用这种态度去面对。他能够认同每一个人他的一种独特性也会对自己呢对别人呢都抱持一种高度的这种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一种或是努力朝向一种心理地位。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所谓人际互动的一种 PAC 的一种状况我们在前面有学过，每一个人都具备不同程度的 PAC 它可以再细分成几个不同的构面那每个人有他的主导风格或是次要的风格，那么在这种互动之下呢就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沟通的模式，这是在我们一种正常的PAC 的一个互动之下所能够进行的沟通。但是如果这个 PAC 受到一些污染或是排斥，就是称为所谓的异常的话，那么这沟通就会变得很困难或是无法进行。那我们待会呢再针对这个异常的 PAC 的部分呢再进行深入讨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异常的 PAC 会造成沟通的困难，那么基本上呢，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污染，一个是排斥的状况污染受到污染或者受到那种排斥。那我们对于这个污染跟排斥呢，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你看污染的部分呢 ，A 的部分受到 C 的污染的变得比较不清楚了。那排斥的部分呢，这个 PAC 的部分，只剩下这个例子在里面只剩下一个 P 那么其他人不见了那我们看一下污染，就是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自我状态，因为互相的竞合产生一种污染或是混淆的现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那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这个 A 受到污染的话，正常的 A 应该是
理性而不情绪化，思虑周详，那么行事谨慎，善于计划啊，这不会躁进人等。好，那么负面的心呢，所呈现出来一个状况啊，应该是比较不懂得规划，容易莽撞，易发脾气很容易情绪化，那不懂得深思熟虑，想到就做或是懦弱退却等等那这个 A 如果受到 C 的污染的话呢，那么 C 就会把大部分的 A 正常的部分呢，给这个吃掉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一种正常的 A 的一种表现，我们称之为叫做污染好，那么另外这个排斥的部分呢，就是其中一个自我状态不允许其他自我状态一种自由的活动，那么予以排斥或者加以阻挡，导致呢受妨碍的自我状态一种原有的功能呢，没办法正常的运作，变得固着而欠缺这种弹性好，所以我们可以举例来看。这边有三个典型的范例这种情况之下呢，都变成全盘的 P 或者全盘的 A 或者全盘的 C，其他两个功能都被排斥掉了这边有个例子如果呢这个当事人呢，他的这个 A 跟 C 没办法正常的运作就是被 P 排斥掉，那他就是一个全然一个 P 的行为，那对方的 PAC 跟他在互动上面就很难正常运作，除非。除非对方以完全顺从的 AC 的行为，这个 C 呢跟对方的互动，否则两者一定会产生一个冲突没办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另外一个影响有效沟通的就是心理游戏我们在课文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这个狐狸呢请这个鹤要吃晚餐，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可是都是汤汤水水，而且装在很浅的碟子里面。当然，这个鹤看到这些东西是没办法使用的，想不到这时狐狸竟然说："鹤小姐，您太客气了，这些菜恐怕不合您的胃口吧？"那么就是跟这个鹤玩这个心理游戏，表面非常的客气，事实上呢，对沟通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什么心理游戏就是人跟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刻意上使用一种沟通分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用心良苦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不当的沟通的模式所以 Eric Berne 呢，他认为说，心理游戏它是一种貌似合理化的一种暧昧的沟通，玩心理游戏的结果呢，会让我们有一种负面的感觉，甚至于会沉溺其中会陷入这种游戏的模式一种恶性循环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碰到心理游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处理呢？我们这边有几点建议第一点。就是离开游戏的现场，第二点呢，就是暂时保持沉默，或是延迟的反应，使对方感觉到，你不跟他玩，觉得无趣，而放弃呢，继续的游戏。第三点呢，是注意对方的饵，避免上钩，这种游戏可能是个陷阱，当我发现这个饵的内容之后不要去深陷其中那么第四点呢，是注意自己的这个漠视，就是不理他，或是趋利，就投入。对这种游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当我们注意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这个踏入那个陷阱。第五就是直接给予他一些正向的安抚用正向的刺激让对方这种负面的这种游戏能够终止。第六呢是运用成人自我的那种理性的状况来分析那种现象不要跟对方一般见识，用成人的状况来跟他互动。那么第七呢就是分析心理游戏的过程，并且加以掌握所以，当你分析的时候，同样呢，就比较容易用理性的方式来跟对方来互动，比较不容易踏入陷阱。现在让我们看第二节是网络的人际互动。那么，网络的人际互动，网络是无所不在的很多的搜寻引擎都可以缩短人际之间一个距离甚至于让多年不见的朋友也可以透过网络取得这种联系这都是非常功能强大的一种这个搜索的引擎。美国匹兹堡大学呢，它有一些关于网络成瘾的测验的题目，那我们来看一下，看看各位你是不是呢已经有上瘾了哈。那么第一点是要全神贯注于网络或是线上的游戏，在下线之后呢，仍然觉得想着这个上网的那种情况。第二点呢，就是觉得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线上才能够获得满足。那么第三，多次努力想要控制或是制止呢使用网络，但是总是失败。第四呢，是企图减少或停止使用网络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沮丧或是低落甚至容易发脾气。第五个题目是花费在上网的时间比预期的还要长久。那么第六是为了上网，
宁愿冒着严重的人际关系、工作或是教育机会的损失的危险。第七呢是曾经向家人、朋友或是他人说谎、隐瞒自己涉入网络的程度。第八，上网是为了要逃避问题或是释放一些感觉，比如说因为无助啦或罪恶、焦虑或是沮丧等等。好，我们看一下这八个题目。那么请各位自己把它勾选一下。如果你发现这八个题目你其中所认同的项目会大于等于五项以上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已经有用网络成瘾的这种症状必须要稍微小心一下。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网络影响人际关系到底怎么去影响的。其实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头呢那么个人就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不用考虑或是不用去担心别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不必去因应面对面的时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所可能会产生一种人际压力，因而能够表现出更不受拘束的那种行为。那么很多人那么对于自己该承担责任会随之降低他的责任感就变得比较薄弱，很多的青少年因而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好像戴个面具一般跟别人叫做互动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种社会的问题这个画面各位看得出来是2005年到2010年这种性侵被害者被网友性侵的那种数据看得出来在18岁以下的占所有的百分比高达大概60%以上这个比例是非常的惊人因为通常这个族群是深陷在网络里面非常严重的一群那么新闻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诸多事件也是跟网络所造成的社会事情有关系像去跟网友见面就遭到性侵这种情况其实屡见不鲜，而且频率越来越高但是网络也并不是没有优点。我们看一下网络对于人际互动这种关系有什么优点呢？好，第一个是透过网络可以让我们在互动上面变得比较有主导权所以你会变得比较积极的去跟别人做互动。第二是它能够超越地理的限制，还有时空的限制，可以加速联系的速度，那么可以降低联系的成本。甚至说你发个 email MSN 是随时立刻跟对方取得联系。第三是使个人可以塑造一种全新的一种虚拟的自我，你用不同的这种虚假的身份也可以还有用相对应一种社会的关系那么第四点是使个人能够迅速的扩大交友的空间，跟不同的人群做密集的交流，所以你可以加入不同的社群那么去参加各种不同的网络的活动。第五是使居于弱势的人，就生活当中居于弱势人可以大幅增加社交的弹性，因为我们可能使用这个虚拟的身份跟对方来互动还有这种空间可以建立自我价值的认同感。那么第六呢是使这个联系变得很容易不管在天南地北是很多长久失联的人也可以因而取得联系，有很多的像什么网络同学会什么之类都可以让我们跟对方这个长久没有联系也能够取得联络。那其实在一天当中网络的社会是非常的忙碌的这边有些资料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一天里面呢有将近有2亿的人口去造访Facebook 那么有4000万人呢透过 Twitter 在互动2200万人呢是透过 LinkedIn 在这个互动Google 呢也是有2000万人等等好，另外呢这个 email 也是相当的惊人，一天总共被寄出了有2940亿封的 email 被寄出，同时一天呢有超过呢3500万个 app 被下载这个数字都是非常的可怕的都是我们很难去想象跟理解的。还有呢，一天会有200万篇的部落格被抛在网络上面所以这网络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忙碌那么网络对人际互动上面也有相当的一个缺点比如说第一个，那么关系大部分是建立在局部的人格的接触还有互动上面，所以导致一种很虚无的一种脆弱的一种人际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呢，因为是透过网络，所以缺乏面对面的互动，人际关系的深度跟强度会变得相当的薄弱，可能在网络里面相当神勇，但是一旦碰到真实世界当中就会变得非常的虚弱。第三个呢，这个交往是片面性的，是选择性的，缺乏真实的演练空间，难以学习呢去处理真实人际互动上面的一个问题好，第四点呢是关于沉迷在网络网这个网际网络里面很容易使人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种孤独的
还有落寞的那种感觉。第五点是真实世界跟网络想象的情形中，其实啊是存在一种落差的。那么这种落差会使当事人呢、回到现实当中会很难去适应。第六点是沉迷在网际网络的人，会使人呢、只敢在虚拟世界当中啊去表达他的意见。那么在碰到真实世界当中，就往往会显得这个退缩怯弱。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讨论。我们刚刚提到，网际网络存在一些优点，也存在一些缺点啊。那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呢，虚拟环境跟现实当中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落差。那么这样也因而会造成很多的一种社会的一种事件啊。那我们看看最近有一个自杀的事件呢，就是有一个网友呢，他PO出寻短，那希望能够获得支持。我想他是应该这个样子。可是很多网友的回应竟然是说，哎呀，他的文笔写得真好就是对于他想自杀的心得。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呢也让当事人呢更加强了自杀的意志很多人按个赞这是令人匪夷所思所以网络世界当中对于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做一番这个省思我们在享受这个网际网络的这种便利性的同时，其实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当的人际的一个互动好，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节。是关于亲情部分亲情的一种人际的一个互动，我们分几个方面来探讨。OK， 这关系呢可能分为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的一种人际的关系，还有呢我们跟自己的手足的一种人际关系第三是跟子女的人际关系第四呢是跟配偶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父母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环境的改变所以现在跟过去其实大大不同。在过去呢纵使儿女长大也很可能呢是跟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对于年老的父母而言呢，并没有所谓这种空巢期这样一个困扰就是孩子离开身边。但现在的社会它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以核心家庭居多所以当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势必会离家，父母很可能会因而呢产生一种悲伤、沮丧、焦虑烦躁、不安、失落或失望等等各种适应不良一种现象所以跟父母的人际关系呢，我们应该学着怎么去协助父母亲呢去适应这种情况。那么各位听过了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怎么协助他呢就是去能够顺利的适应这个现实环境这个改变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要减少呢负面情绪的困扰。好，为了做到这样子，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这有几点建议那么第一点要能够多多的探望父母，多多的拜访经常通一些电话或者通信跟父母能够有这个互动第二个是跟父母之间呢能够分享离家之后的一些经验。第三个建议是多跟父母亲呢能够闲聊撒撒娇啦，再次寻求良好的一种关怀跟支持等等，也能让父母亲觉得自己的一种价值跟重要性那么另外我们应该协助父母亲呢能够去适应这个环境那怎么办呢那父母亲本身应该在对内的关系上面学习如何跟老伴的相处，如果这时候另外一半还在的话，应该重新培养了夫妻之间更为亲密的那种感情，要更加的彼此的珍惜更加互相的扶持。那么在对外的关系部分呢，要学习着怎么去跟社区能够互动得到比较好的一种社会的一种适应性那这边有建议是要参与社会团体的那种活动，或向外呢能够去扩展人际的关系透过一些人际关系的扩展，也能让自己这种比较寂寞的感觉能够去冲淡好，第二点我们看一下自己跟手足之间的一种人际的关系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各位听过一句话自己跟手足之间是所谓的血浓于水因为我们拥有了相同的血缘，所以这手足关系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在大多数情况是处于这种相同的世代还有生长的环境里面我们拥有了相似这种成长的背景还有呢价值观，所以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其实是会比较一致的那么另外在人生旅途上面也可以相互的扶持。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跟手足其实在人生的重叠度上面是最高的
交集机会是最大的啊，这种亲人啊，换句话说，这手足对脉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啊，那么手足之间的相处啊，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看画面上这个例子，就是呢，像韩国啊最大的三星集团啊，也产生最近呢、啊、产生一个兄弟争产啊。你看他的这个企业的主持人兄弟呢，老来啊竟然对簿公堂啊，就是为了争家产啊，哦，这是非常的令人唏嘘。那国内情况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啊，像这个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啊，他的家族呢也是因为啊这个争产的关系啊闹到社会事件啊沸沸扬扬啊，甚至于啊兄弟啊还有这个家族之间呢、啊、也对簿公堂啊这种情况啊实在是令人也是相当的感叹啊。但更严重，它不是一种特例啊，它不是特例，而是一种常见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兄弟手足之间会反目成仇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这个特别防范的、特别注意的啊。我们发现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种现象，譬如说长辈或父母亲呢，他的教育方式不当啊。第二个是来自于长辈父母的对于特定对象有溺爱或是疼爱啊。第三个是没办法让每一个这个子女啊获得公平的对待还有关怀啊。各位听过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或者某人呢特别得宠了啊，会恃宠而骄了，这样子啊都容易引起这种反目成仇的状况啊。所以身为子女的重要他人呢，我们就应该要好好思考，能够公平的去对待他们啊。好，第三个是我们跟子女的人际关系啊。我们是子女在生活交往当中那种重要的他人呢、啊，所以非常重要。前面有提到，父母的一个态度啊，会影响那个脚本哦。正向态度可以促使子女呢，在待人处事上面呢、啊，会有一种正向的生活脚本啊。所以我们应该对子女啊，要去做一些多多去指导他们，多去引导他们，多教导他们，多激励他们，多赞美啊，多给他一些掌声，多肯定跟多鼓励。给他一些多多正向的刺激啊，这样可以强化他们的一种自尊还有自我的这种肯定啊。那我们对待子女呢，要避免一些负面的一种刺激，比如说呢这给他们一些责骂啦、怒骂啊，或是用消遣恶言相向，这样子啊不仅会打击子女的那种自尊心，其实呢对于他们将来生活脚本呢、也会变得比较负向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那最后呢，是关于我们对于这个配偶的人际互动啊，这也是一门大大的学问啊。那我们各位听过一句话，像说结婚呢是恋爱的牧场，这句话也让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宁可就是不愿意去结婚了。其实夫妻之间争执会有很多的因素啦，也难免会造成这样一个冲突。比如说像金钱观对于金钱的运用呢会有不同的观点啊。最近呢，一对银色夫妻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闹上版面啊。第二是生活的方式不同啊，生活的价值观。第三个常见是对子女的教育的方式啊，有人可能要软一点，有人要硬一点，或是有人要怎么样因为不一样就产生冲突。那么第四个来自于个性上面本身个人特色上面的这个冲突的部分啊。好，第五个呢是关于角色预期的落差啊，可能在婚前对于对方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所期望，但婚后呢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落差就产生了一种冲突的一种存在啊，落差越大，那冲突越严重啊。那么第六点也是常见，就是因为性生活的不协调啊，常常有这种事件呢会造成最后走向离婚一途了啊。那当然这方面可能可以透过双方一些共同努力啊，让这种不协调的情况能够降低。那第七个呢是一般的状况，就是对事物他的观点不同，比如说宗教啦、政治等等各方面等等啊。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回再见。